好，接下来这位选手，四号选手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罗维，他的演讲题目是《我的中国梦》。 Please welcome contestant number 4, Samuel Robbins from SOAS, University of London. Hello, my name is Robbins, I'm a 我演讲的题目是《我的中国梦》。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。小时候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一本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书，书里提到了孔子、老子、庄子等等，我被他们的思想吸引了。我突发奇想，要是能看懂他们的书，该多好啊！ 中学毕业后，我怀揣着这个伟大的梦想来到亚非学院。几个星期下来，梦想被现实击碎了。每周50多个汉字的学习压力，每周汉字考试，说的美梦变成了噩梦。我甚至想过换专业。一转眼，一年就过去了。考完试以后， 正好有一张2016年汉语小比赛的票，我就去了。在这次比赛台上，我系选手流利的中文演讲、精彩的京剧演唱，赢得了满堂喝彩。他获得了头等奖，我本来是去看热闹的，却被同学的成绩震撼了。我就萌生了一个现实一点的梦，那就是有一天我要站到这个平台 表演，站到这个平台表演。今天我来到这个期待已久的平台，这不仅成就我昨日的梦，让我充满自信，继续我学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追梦之旅。我已经能理解他们的一些光辉的知名名言了，比如说孔子的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，老子的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。 庄子的“井蛙不可以于海，夏虫不可以于冰”等等，我知道能与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零距离的接触，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我要做一个永不放弃的追梦人。天行健，君子当自强不息。 Thank you for your speech.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选手，下一位选手，四号选手，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罗维，他的才艺表演是评书反串《杨子荣打入虎穴》，有请。 Samuel Robbins from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for his artistic performance. 话说，解放军侦察英雄杨子荣接受了假扮土匪、奸商剿匪的任务以后，他立即是飞身上马，进入冰天雪地的深山老林。虽然是单枪匹马，但他却浑身是胆呐。面对群山， 他数豪情，力壮志。有事为证：船临海，跨雪云。子荣我气冲霄汉，五湖海上刀山。子荣我昂首向前。很快，他就被一群小土匪发现了。 这些吃瓜土匪把杨子荣五花大绑，带上了威虎山。三元有礼，带牛仔。已经匪窟
土匪们就用黑话来验证两种的身份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比破译银行密码还难呐！枪王该领虎，宝塔镇河妖。 马马马！蒸上午说话，谁也没有家。你脸红什么？精神焕发。 Thank you, Sam, for your performance.